整体的阵容是非常有经验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多看到他们年轻球员的成长，是这样在一系列的那个对战里面才可以保持更好的一些竞争力。感觉第一时间是比较困难，这个球被他抄到，我过去也看到他这个补篮哦，跟进篮板球然后直接放分的这种能力也不错。又一个三分球是小白，也不是那么常见的，不过许俊哲教练最近也在尝试非常多不同的球员之间的 mix， 他希望找到一个比较有效率的组合。对，这也是这段期间两队的教练他们必须要做的一个尝试啊。哦，这一次迪恩迪的协防也来得非常的快，打到了禁区，又面对丁恩迪，哇哦，一夫当关啊。好，这个传球小白直接找到跑在最前面的 Washburn， 一左一右的，而且失误率是比较高的。张镇雅抄到小白拉开，又是 Washburn， 同样再切一个，两个人连续的，好，哎呦，又是一个火锅，今天丁恩迪哇热力四射，竟然打小夫哎，对，今天丁恩迪真的是不管在协防上面还是一对一上面哦，都非常的积极啊。而且他今天一直用左手哈去可以吊上来了，好让整体的攻势比较稳定一些。对 ，Washburn， 丁恩迪不错哦，今天有手也有攻，是。勇士队目前所有的进球 field goal 都是三分球，李家康在罚球线前面一步单手抛进。防守住他们哦，不单单是外围的火力也好，或者是他们在内线的进攻哦，内外都可以结合。Andy 今天也是相当凶猛哦。区域防守本来就是很被动的一个防守形式啊，那当然是在针对对方是没有外线的情况下可以这样使用。是。哦，卢俊祥的 catch and shoot， 今天个人的第一个 field goal， 可怕哦哦，地板上陈玉瑞球又被他拿到，再给 Washburn。玉瑞相当的拼 ，Washburn 这两分要谢谢玉瑞。对，这一有发球机会。哇，这真的非常拼，而且玉瑞还真的意识到，而且他非常专注哦，他意识到他的队友都往前冲了。接到禁区的地板球，危险发生失误。今天第一节勇士队失误就是稍微多了一点，最后一秒钟，哇哈哈哈！抛向篮筐，施静瑶，哦，这两分算。对，施静瑶是第八位有得分记录的领航员球员呢，所以虽然第一节的后段呢一度被勇士队反超，但是呢打完第一节28-25领先的是领航员。不会受到外界太多的影响，然后还可以稳定的表现。对，这需要时间的，慢慢去沉淀，去消化。施静瑶张开双臂，包都秀出来了。对，哇，那接下来富邦勇士在季后赛一定会真的非常可怕哦。那整几个小将、年轻球员哦，他们在球场上的表现都已经慢慢越来越进步了。是历代的后仰出手同样没进，又要长驱直入了，策马入林。Washburn triple play， 哇哦！今天第三次中路直接上去灌篮，对，连续三次都是透过防守完的一个转换快攻哦。那这一次也不客气了哦，那陈曼在前面根本挡不住他了。强森跑到他后面，先听到了这记外线，让勇士队上半场的三分球投中数已经来到了10个了。哇，张镇雅跟老队友 Andy 之间的配合，领航员不只是今年季后赛，对他们的未来赛季也蛮重要的。对 ，Andy 他的护框能力也很好，所以然后他在左右两侧的协防的位置的距离也很够，很足够，很长。这一场呢，隔天他们要赢梦想家6分以上。张镇雅。三分线今天手感非常好哦，可以，所以有时候看凯杰在投篮的时候还真的蛮随性的，只要脚记得勾的话应该都会进。这边是关达拉梅拉打右一段的勇士有点像，还有一分半钟结束上半场，加康带到底线突然间拔起来就是一个三分。加康这一次的出手非常有自信，在今年球季都不约而同了
碰到了一些麻烦。那张镇牙一开始就碰到了所谓转型的麻烦。那陈范博彦呢，则是许晋哲教练呢，觉得他的球队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定位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方向。那这样子进而他们就可以成长得非常快。哇，三分外线是 Andy 丁恩迪。哇，富邦两位七尺长人，他们在外线啊的稳定度一直在成长的情况下，李航员的防守的阵势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做太多的改变啊。那可能真的是要用区域防守来去做对位。Plusley 即将要来临的季后赛甚至总冠军赛之外呢，今年呢也因为疫情，现在已经是等于说完全离开我们了。是啊，张镇牙的三分，所以我想俊翔今天只有一个三分球，得分并不多。这个传球不成功之后，自己拿回来投进两分。以前在师大的时候是智群的球员了、啊。对，对于他在赛季的后半段啊，咱加最后两场也只有19场，对，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规定的门槛，比较可惜。不过现在我想所有刚。Lopez 位置卡到，对方也不犯规了，非常的一个流畅。王凯杰生涯的代表作就在今天了，这是他生涯第一次得分来到20以上。Washburn 三箭投射有，双方在第四节第一个三分。好，那这个切入大汉又交给 Andy 双手暴扣，剩下不到四分钟的比赛，再给 Andy， 哇，连续的暴扣，凶啊！需要做一些改变。再换中。哦，包括立焕这一次也是哦，吸引到包夹，然后 Andy 的一个跟进，并上场的时间。对。哇哦，这个大转身两分拿到，大汉。哇，他这个真的很够水准。现在两边的身体接触很频繁了。哦，陈立焕两分很关键。其实立焕，张镇牙被换下来，但是 Washburn 的球有点危险。再拿回来，切入到禁区得分，剩下4.9秒，罚进就没戏唱了。就是你就算甩进，也是差一分，也差一分，对。